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北京前门大街的大石栏，大家看一下。那么它的位置啊是在，大家看一下，前面这个就是人民大会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啊，就是人民大会堂。所以啊，这个位置是非常啊好的啊，属于北京的这个黄金位置。那么今天啊，咱们带大家去看一下郭德纲老师的这个北京的地盘啊，德云社，大家看一下。就是咱们镜头这个啊，看着外表是非常的啊低调啊，跟前面那个大家看一下，前面有很多这个百年老店啊，像瑞福祥啊之类的啊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那郭老师吗？那是，哎，他在门口看吗？他是郭德纲老师啊，只是一幅画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郭老师的这个厂子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德云社。咱们进去看一下吧，看人，看人家让不让进去，应该是可以吧。哎，这边写着这个清嘉庆元年1796年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德云社北京相声大会。好，咱们现在进去啊。好，我现在进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边啊，一进来就是这边有很多这个手印，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啊喝茶的啊，很奢华感觉，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在这儿呢，这是售票处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价格啊，这边。哦，哎，这么便宜吗？100多块钱。你好，他这个票价才100多块钱吗？这么便宜啊？哦，那下次过来听一下，我还想着应该估得1-2千块钱，因为我看那个，是吗？哦，行，好，谢谢啊。大家看这边，是走哪边进的？是走这边是吧？哦，走这边进啊，上面写入口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刘的朋友啊，可以关注一下我。好，拜拜。